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刚刚呢就跟 Cherry 拍完了他自己的影片、啊、然后他现在已经在进行这剪接了。这个影片你们可以去他的 channel 看。OK， 在拍这影片的同时呢，我就听到楼下他们已经开始健身了。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啊，我们都会在家健身，也没有讲每一天啊，因为有时候会有休息天，一个礼拜大概健身四五天这样。然后今天也不例外，他们现在在下面健身。仔细听的话，你会听到一点哑铃的声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因为他们每次健身呢，他们那个哑铃啊都是乒乒乓乓、乒乒乓乓这样，所以今天我要给他们一个挑战，就是健身不准发出任何声音，包括哑铃的声音，包括他们、这种声音都不可以，谁发出声音就直接拿武器啪干我的头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下去跟他们讲这个挑战正式开始。OK， now， yes， 你已经加入了这个 challenge。What is the challenge？ 今天 ，yes， 我们健身，啊、不可以发出一丝毫的声音。先听我讲完规则先。如果你发出任何的声音，我们就可以拿武器啪告你的头。OK， 现在开始。OK， 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。总之是任何声音就对了。来了 ，OK， 所以我们今天的参赛者有秀敏，来，请加入，来，请列阵。OK， 他就是秀敏，是我们的一号参赛者。OK，Next，、okay, 我们的第二，很像选 King of Fighter 的 hero。OK， 我们在二号参赛者，来，阿旺。要屁啊！真的哎，进来啊！喂，我不要！进来！哟！进来！我不要啦！ Okay, 我不要玩啦！我不要出镜！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参赛者，阿文，Charles A.K.A. 大马龙哥啊！我不会帮你加音乐的哦，我不会帮你加那情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不用紧。游戏挑战开始，字幕开始，来，倒水桌。给你们体验下来。
我可以笑，我坐座椅，我习惯性不出声音了。不然我们听到他讲话。哦，他肚子饿声音。我这个可以一边念 just 一边念 absolutely。他表情，他表情很好笑。OK， 因为避免飙中内伤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都是拿最轻的一个体重，因为我们只是要那个挑战的。来，到谁？小明，小明。他说你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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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 set。我觉得这个铁很松，因为这个铁真的很松哎。OK， 铁不算了，铁不算。他摆明就是豁出去的那种心态来做。这个运动比平常做 gym 还要吃力。八。我讲 attack， 你们是 attack。灯又来
OK，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挑战呢，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个做 gym 不准发出声音的挑战就到这一边结束了。看到我的汗吗？哇，真的没有发出声音在做 gym 啊，真的是比平常正常的做 gym 还要辛苦。来，你可以出声音了，快点呐喊吧，孩子。OK， 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